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沙漠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款卫士的尾喉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款尾喉的话，其实已经做了一个升级版了。在最初我们出的一批货当中，其实碰到了很多的问题。那第一次做，难免碰到这些问题的。首先是一个，因为高温导致这一块位置它的那个镀层褪色。那我们第一批其实是出的美国，那美国客户这么反馈过来之后，我们对这个产品进行了一下优化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这个银色我们出的是这个拉丝银的质感，然后我们可以近拍看一下它的一个细节，包括它的那个内孔里面的这个设计。还有一个点就是说，我们刚出的时候，很多客户嫌弃它这个螺丝孔位不好装，太紧了，所以现在在这边做了一个焊接上的一个调试，那相对来说会更方便大家去安装。再就是它这个角度这一块的话，很多客户就是觉得圆管太朝地了，整个角度看起来不和谐，所以在最新的这一批出货当中，我们已经做了一些调整。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后面做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对比。